在进行拜别仪式之前，想要请爸爸有没有什么话，然后祝福一下新田，或是跟长宇交代。那今天结婚之后，新田就交给你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互相扶持，要幸福一辈子哦。可以，你砍掉掉哦。我们有招待长宇，要好好的把新田照顾好。长宇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说？爸爸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就像你讲的砍掉掉，对。有没有什么心里的话想要跟爸爸说？亲大人，我其实是家里最小的女儿。我其实非常的任性，有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听你的话。可是我知道，其实你都在包容我。我今天有什么任何成就，包含当初我想要考研究所，但是其实我半途而废，我拿了你的钱去报考，但是我其实没有成功。可是我知道你并没有跟我要求什么回报，然后我出国之后，你每天都帮我准备水果，我真的。就游到国强，我可能没有，就觉得有点难过。但是，我一定会会常常回来看你，在凤山很近。我一定会常常回来看你，你要保持身体健康。你如果有任何病痛，有任何不舒服，你都不要忍。你跟我讲，我在凤山，我一定会回家。你有任何困难，都不要隐瞒，我一定会回家帮你。然后也希望你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。慢慢的就好，他没事。